最后的五天了，就要投票。民进党新北市长的候选人陈时中甲林佳龙，早起一透早伫三重埔合体来扫街，一路扫到台北的万家，希望伫新北市拢摕下着好成绩。啊，那民进党的党主席郭文铁一透早嘛，带着议员的候选人扫街，拜托拜托。民进党什么市长候选人陈时中、林佳龙两人伫咧选前五天，头一摆同齐扫街，现场支持者的旗仔场面真热烈。从新北三重埔到台北万家，嘛带共党市议员候选人家母带家仔，拼出来五天来，新北很不冷。林佳龙嘛来批评现任市长侯友宜，有哪一件重大的建设是侯市长你做出来的？如果有，我跟你道歉。新北市已经空心化、边缘化，12年侯友宜执政之下，没有令市民感觉光荣的建设。选前五天，林佳龙拍团体战对抗侯友宜，赶快用这个战术来告民进党。选前会是这样，我们在这个句子提名了一席。含市议员候选人徛点做伙，立碑论兵，手工新北市，要伫咧上尾五工，赢到大家支持。